里怎么就剩这点钱？你能不能省着点花？我没有乱花，我花的哪样不是生活上用的？我连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都没有买。你说说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买房子啊？你，我跟你想不通。你俩去哪里啊？去逛街，去消费，去买我喜欢的东西，不要你管。艾森，你怎么还有空在这边洗篮子？怎么了？你家阿亮和琪琪一大早在那边吵架啊？他们这是又怎么了？阿亮说你家琪琪乱花钱，琪琪生气，拿着衣服就走了。好啊，这个阿亮，你赶紧回去看一下。辛苦你了，小米。阿亮，怎么回事？你对琪琪干嘛了？妈，我哪有干嘛？琪琪乱花钱又不持家，我们什么时候能买房子啊？琪琪他什么时候乱花钱了？你见过他给他几百块一样像样的东西，还能出去玩不着家了？你还骂他？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鬼！哎妈，你给我过来，这一杯给你，你就要把今天的一天的伙食给我安排了就可以。这么多？那我要买什么？你爱买什么买什么。你快去迎上门口了啊、哦！没事没事。老板多少钱？三十块。这么贵啊？不贵不贵。爱一次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三十八，怎么这么贵？哎，干杯羊肉。老板，这干杯羊肉一斤多少钱啊？80。这也不够啊，还是先买些菜。老板，这排骨帮我称多少钱？40吧。那帮我切一半就好了。切一半了。谢谢老板。怎么才买了三样就快100块钱？哎呀，我菜都还没买。炊烟袅袅，流亡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买了多少？还剩多少钱回来？就买这些，没剩钱了。生活是柴米油盐，是鸡毛蒜皮。你之所以话说的这么轻松，是因为你没有从父母手中接过生活的重担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我知道了，妈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不要生气了，吃个水果。哼，吃一个吧。不吃。好嘞好嘞，我要去做饭了，看。意不意外他背影。要来呀，人会来就会。琪琪呀、啊、来多吃一点。谢谢婆婆，你也多吃点，吃个虾。琪琪，我早上表达方式有点太冲动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上班压力很大，但是我需要你换位思考一下。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会过得很好的。柴米油盐难免平淡琐碎，但正是这些看似不平凡的日常，才组成我们最简单的真实的幸福和温暖。是啊，婆婆，用细水长流的心过柴米油盐的日子，才是最美好的生活。妈，琪琪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了就好，还不快吃饭。就有这么没礼貌，随便进别人的家里面。你走错啊，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还问我是谁？这是我家好吗？你家？哦，你是琪琪呀、啊、哎呀，双双你回来了。双双姐，那婆婆我好想你啊。这孩子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双双刚回来，坐下来聊。
外面风景那么漂亮啊。是啊。婆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双双啊，你跟婆婆好好睡睡觉。嗯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好。婆婆，琪琪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的样子，那脾气暴的呀。哎，没礼貌，你应该叫嫂子，知道吗？她虽然年龄小，但是挺懂事的，你们相处相处就知道了。行，你们都成家了，我呀也就心安了。哎呦，这不是阿乐家儿媳妇吗？佳佳，我看到啊，双双回来了。阿婶那么宠双双，那个家呀还有你的位置吗？怎么会？婆婆很公平的，对我和双双都是一样的。哎呦，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啦，可别到时候受委屈哭着回娘家哦。我们家呢会相处得很好的。我看你呀、自己都没底气吧。你嘴怎么这么碎啊？我家的削你滚。你哼。婆婆，你看这张也好看吧？双双，你回来了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婆婆，你看双双穿着肯定特美。嗯，这蛋粉很衬肤色，我们一起去买菜吧。你们去，我在家整理一下。行，双双，那我们走吧。嗯，好。看吧，琪琪是个细心的孩子。嗯，确实会来事。是啊，阿亮啊，这次终于靠谱了一回。嗯、婆婆，你上次打电话说琪琪喜欢吃海螺，我们多买一些回去给她吃。嗯、好。也给你买条你爱吃的多宝鱼，谢谢老板。双双应该会喜欢这个味道吧。哎，婆婆，你们回来了。是啊，双双还给你买了你爱吃的海螺，等一下给你做白灼海螺。谢谢。对了，双双，我帮你把行李箱搬进去了。嗯，好香啊。哎，还有花呀！这段时间有你陪在婆婆身边，婆婆看起来开心了好多。没有啦，我这么皮，让婆婆操心了很多。好啦，你们慢慢聊，去做饭呢。好，婆婆，你下次去那地方都。嘿，意不意外？婆婆，双双好像对我挺好的哎，没有不喜欢我。你们都很好，只是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嗯，要明白呀，人会来就会离开，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，路过无间，爱都有极限，天可怜见，心碎在所难免。哇，婆婆好香啊，那赶紧多吃一点。双双吃鱼。琪琪，谢谢你帮我收拾房间，还有你的礼物，你喜欢就好。你也吃个螺。谢谢。有你在婆婆身边照顾真的很好，你是个体贴的人。妯娌之间彼此是同志也是姐妹，就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尊重。是啊，双双，我从来没夸过别人，但你真的很好。琪琪，有点姿色就行了，不用这么可爱吧。好啦，你们两个就别互相吹捧了，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人的眼睛，而内在的美才能感染人的灵魂。知道了，婆婆。婆婆，琪琪，我也给你们带来了礼物。啊，谢谢。没有啊。阿媳妇，阿媳妇，我今天要给你做苦瓜全叶。啊。妈，我忘了跟你说，琪琪最不喜欢吃苦瓜了。我也不喜欢。啊，我还嫌着天气这么冷，给你们去去火呢。苦瓜的味道实在太苦了，谁受得了啊？别瞎说、婆婆，我上次就吃了好多，我可以吃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你什么时候该吃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啊，我还有好多秘密你不知道呢，是吧，婆婆？什么秘密？我告诉你。什么秘密啊？婆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什么秘密啊？哎，什么秘密？什么秘密？你告诉我什么秘密？哎呀，想去吧。哇，婆婆，今年苦瓜长得可真好啊！
是啊，都是自家种的，一会儿做了你多吃一点。好。阿媳妇，来，你帮我把这个苦瓜给挖掉。好，我最喜欢这种解压的活了。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。二媳妇，来擦一下哈。谢谢婆婆。这纸是真好啊，都不会破。琪琪，天气这么热，你赶紧进去休息。不热，阿亮，苦瓜宴是婆婆特意给我们做的，一会儿我们多吃点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这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，我可以。哇，婆婆，苦瓜真的可以做这么多好吃的。可是我还是喜欢吃甜的。我们小时候有苦瓜吃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，哪像你们现在挑挑拣拣的。就是这么好吃，我先吃一口。真好吃。阿亮，喝啊。是啊，阿亮，很清凉的苦瓜汁。琪琪，你也喝。琪琪，好喝，你多喝点。哇，妈，这个真方便，以后我方便的时候就方便了。是啊，婆婆，你可真会省钱。好了，吃饭吧。琪琪，干杯。啊。